Ahoj všichni, v Číně, která je světovou jedničkou v produkci a prodejích robotů a kde stroje pronikají do průmyslu stále více. Byla zahájena světová robotická konference budoucích pomocníků, ale i nahraníků lidí. Letos je větší než kdy dřív. Tak jdeme. Když už mluvíme o robotech, první, co každého napadne, jsou určitě humanoidní roboti. Na letošní světové robotické konferenci se představilo více než 20 typů humanoidních robotů. Tak pojďme se na to podívat.非常高兴来到优必选的展台，Michael老师可以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最大的特点，这些机器人都有什么功能？好的，这次是我们为全球的这么一个专家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面展示，首次向公众展示的基于人形机器人在工业智能化上面的一个多模态的一个展示的方案。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化的分解，那智能化分解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多模态的这个垂域下面呢，实际上我们放出来，它对不同物体的识别，对不同物体的这个分类，不同物体的这个分解，这个一个通过我们的这个自动化的流水线，能够传递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个我们叫做智能的这个搬运的这个机器人。那这个机器人呢，实际上它能够承载超过15公斤的这么一个物料箱，然后它能够高能够高到1米9。低能够低到0.5米的这么一个物料箱上面呢，它能够堆叠我们的一个货品。那堆叠货品之后呢，大家能够看到它送到去我们全球第一架，就是在产业里面通过厂区认证的 L4 级别的无人的物流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就完全能够在整个智慧的搬运上面能够跟无人物流对接起来，这么这样的一个操作呢，真正能够实现我们叫做全厂智能，整个工厂完全是智能化，全流程智能化，由机器人去驱动，把我们的生产制造变成是定制化、个性化、柔性化的这么一个更高的，我们叫做说用新智生产力去推动新智能制造的一个更高的中国制造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刚才我看到咱们的人形机器人有很多自己的特色，比如这个机械臂，它的机械手对其实是可以定制的，根据不同的需求，对对对对，不同的场景，没错，它有不同的设计，叫做模具化的设计。这模具化设计呢，其实它是专门针对不同的工业应用的场景设计的手。那比如说我们在智能分拣，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纤细的、很灵活的这么一个灵巧手，这可拆卸的，它可拆卸的啊、当我们去看到说搬运的时候，它其实专门有搬运的专制的手，所以这个您可以看到是说我其实很容易的一个模具化拿到之后呢，其实我拿过来，其实我轻轻的这个直吸一踢，它就哇非常快，非常快，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难度，它就恢复正常，这么一套设计方案。Roboti nejsou jen omezení na humanoidní roboty. Podívejme se na vlastnosti jiných typů robotů.好，我想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咱们家的医疗机器人主要应用的领域在哪些地方。目前我们这款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主要应用于神经外科的导航立体定向类手术啊，比如说我们在做脑出血的抽吸啊，肿瘤的活检、肿瘤的切除啊，还有一些癫痫、帕金森类的啊、三叉神经痛这类的手术啊，都可以用到这台设备。整个设备的构成来说啊，我们主要是由三部分。那么我们机器人呢，虽然说外形不像人形机器人那么长得像人，但是我们还是采取一个类人的结构，
分为三个核心部分，一个就是我们的脑，就是我们的手术规划系统，眼就是我们的光学跟踪定位仪，这个对，手就是我们的机械臂。那么分别的作用呢，就是手术规划软件它可以把我们传统的这种二维的核磁 CT 那么输入到我们的规划系统里面之后，我们会生成三维的解剖结构，那么可以把患者的皮肤、骨骼、血管、组织等这些解剖结构都分别的分割出来，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叠加显示。这样的话对于医生来说，我在去做手术规划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病灶区在哪，然后我从哪个地方去入路，可以避开这些非责任血管以及重要功能区，会使得手术规划更安全。那么对于年轻大夫来说，他可以很快地去做这类手术，缩短医生的学习曲线。现在作为我们医疗机器人的应用都应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包括远程医疗的支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请您给我们做一下简单的介绍。行，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我们自从2018年拿到国内的第一款注册证以来呢，我们目前已经合作的医院是有超过400家，那么我们总的手术量已经超过了4万例。然后在这个应用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对于一些基层医院来说，我们其实对于一些复杂的手术可能基层医院目前来说开展可能有点困难，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5G 远程的这种技术，那么我们把当地只要有设备之后，那么我可以通过远程专家端通过 5G 的技术去控制当地的设备，从而呢不管是做术前的规划还是术中的注册以及机械臂的运动，我们都可以通过远程去做，那么当地医生只需要在机械臂到达位置之后去下相关的手术器械就可以，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基层的一些疑难杂症得到一个及时的治疗。OK， 像这个您能给我们稍作演示吗？可以。如何工作？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这边，现在机械臂就在按照我术前的规划在进行一个运动。当它到达位置之后，那么在实际手术过程中，我们这块会根据不同的手术去换不同的手术器械。如果说现在是个脑出血的手术，那么在把这个患者的硬膜破开之后，我们这时候就通过我们这个固定的导线器适配器去进行下引流管。那么这一块我们就已经固定好了这种角度和深度，那么只要到位之后，我们就能精准的到达那个病灶区。这就是一个操作的演示。好的，谢谢。这就是远程手术协作平台。对，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远程手术中的其中需要的一个硬件支持。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有这么一套远程的协作平台，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协作平台去连接当地的手术设备，之后我们远程专家就可以通过远程的工作站去控制我们当地的设备了。那么这台设备上呢，我们配备有这种竖野相机以及全景的一个相机。这我们可以看见这幅画面，这如果说在手术过程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对准这个患者的病灶部位，那么远程专家就可以实时去监控到患者的一个病灶区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这样的话它可以及时的做一个术中的指导。目前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的远程协作系统，我们已经成功开展了10多例手术，那么国内的第一个远程手术也是我们开展的癫痫 DBS 的一个手术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系统，然后北京的专家去给海南的患者进行这种手术的治疗的。所以其实很多中国偏远的省份都有了它的应用。对，Dnes jsme na světové robotické konferenci viděli nejnovější vývoj v oblasti robotiky. Nyní existuje stále více typů robotů, které mohou lépe pomoci našim životům. Jaký bude jejich další vývoj? To teprve uvidíme.